肖战被私生摸手消息送上热搜，近期遭遇让人心疼，请理智追星。8月27日，肖战被私生摸手的消息被送上热搜，点开才知一组疑似肖战遭私生摸手的视频曝光。画面中，肖战身穿黑色 T 恤，手持咖啡现身，在行走途中遭到一批私生跟拍，此时有人伸出手直接摸向肖战的手腕，这样的举动让人费解。明星和粉丝的相处之道总能掀起热议，而私生一词其实指的就是私生饭。该词的解释是艺人明星的粉丝里行为极端作风疯狂的一种粉，私生饭行为会给偶像本人造成极大困扰，同时由于其扰乱公共秩序，给公共安全带来隐患，往往也会给偶像的声誉造成极大打击。所以对于今年暑假因陈情令热播而爆红的明星肖战而言，他的近期遭遇着实让人心疼。这一次被私生摸手，早前肖战还曾在回酒店时遭到围堵，无奈飞奔甩开私生，